谢晶晶、丁立奇在电视剧《爱你没条件》里爱的一波三折，小俩口最后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女方顺利出嫁。谢晶晶被戏里的爸爸郭子乾牵住手走向红毯时，坦言当时很想哭，因为想到如果我真的结婚时，爸爸诸葛亮也会这样牵住我，心中充满画面，眼角不自觉泛泪光，就觉得很舍不得。但现实生活中，他因自己才刚出道，重心全摆工作上，还没想过自己的婚礼应该以什么形式举办。这场结婚桥段拍了三天，他深感当新娘子的辛苦，笑言不想结婚了。新娘子不仅是当天的主角，宾客们还会相继合照，再加上白天晚上都得宴客，光想就觉得累。谈及心中是否有理想的婚礼形式，他自己是实际派的人，认为婚礼只是一种形式，中西式皆可，重点是两人相爱啦。如果想要奢华梦幻，当然像周杰伦、昆凌的世纪婚礼最棒。不过回到现实面，他打趣表示梦幻婚礼也只是想想，简单就好了。他为戏献出白纱和接吻的处女秀，坦言为戏穿了三天婚纱，加上艳阳高照，有快中暑的感觉，而且那几天蚊子多，大伙都被叮得满头包，养殖鱼竟在树丛间看到小龙一指蛇，剧组瞬间清醒，直呼想赶快拍完赶快走。对于每一个拥有感情的人来说，亲人去世绝对是最沉痛的打击，而相较于亲人离开自己的痛苦，未能及时见到对方最后一面，则是人生中最大的遗憾。只是世事无常，尽管我们尽可能地贴近亲人的生活，想要每时每刻都陪在他们身边，但生活压力却又逼着我们在外面工作，再加上其他原因，更是难以避免出现诸如此类的遗憾。而知名艺人谢晶晶当年就是没有看到父亲最后一眼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谢晶晶的人生经历，但在说他之前，就不得不先提到他的父亲诸葛亮。诸葛亮是搞笑主持人，1946年出生，是早期的秀场天王，但也曾因负债2亿而退出娱乐圈。一生阅历丰富的他，情感经历也比较波折，一共有过四段婚姻，共育有两男三女。谢晶晶是他与第三任老婆郭小姐所生，也是他最小的女儿。只是自谢晶晶七岁之后就没见过爸爸，直到21岁时才与父亲相认。此后诸葛亮也付诸实际行动，多次出面力挺女儿的歌唱事业。在父亲的帮助下，谢晶晶的事业也慢慢变得更加红火。只是毕竟是在演艺圈，除了家庭之事，外界也比较关注他的感情问题。但他出道多年，除了和翁立友同行的新闻，很少传出绯闻。当时他与翁立友一起去看电影，正好被媒体拍到，后来在节目《命运好好玩》录影才正面回应。翁立友笑说，在新闻爆出来的那天，自己都后知后觉，还是亲戚们告诉他的。当时是他的二舅先接到朋友电话，对方紧张地说，你家孩子出事情了，全台湾都知道，吓得二舅赶紧联系他的妈妈。这时他才得知自己已经上报。回忆当天情形，他解释说，谢晶晶约他一起看电影，自己本来是想婉拒的，但因对方已经买了票，他怕浪费，所以答应赴约，也表示根本没想过会被拍。媒体问他有要追谢晶晶吗，他当时还开玩笑回，他是朱大哥的女儿，没人敢动。随后又称赞对方是很乖巧的好女孩。他也表示两人都是成年人，就跟一般人一样，看电影是很自然的事，又不是去奇怪的地方。话锋一转，他不改幽默本色说，等下也会去找陈思安看电影，不过找他看二轮的就好，晶晶看一轮的。陈思安则表示意外躺枪。谢晶晶则说，翁大哥人很好，被问及翁立友是不是理想型，他妙回，他是很多人的菜，未来的事很难说。此外，当时感情无果的他，家中也传来诸葛亮因大肠癌过世的噩耗。本预计诸葛亮病逝当天，他人还在印尼商演，对于父亲会突然离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得知消息后，他立刻放下工作从印尼赶回台湾，但仍旧无缘见父亲最后一面，这成了他一生中的痛苦。
当时他还特地给爸爸准备了小礼物，是诸葛亮生前非常爱吃的一款奶油饼干，每次他到印尼演出一定会买回家给爸爸。父女俩总是边吃饼干边谈心，共度许多美好的时光。有时饼干吃完，他还会托前往当地工作的同事代买，当时更是期盼自己亲自买回来，让生病的诸葛亮开心一下，无奈最后心意无法实现，因此格外遗憾与痛心。据说诸葛亮去世后，他一下机就直奔父亲灵堂，并遵从传统习俗，以边哭嚎边下跪方式一路爬跪进灵堂，以示未能及时送别亡父的不孝。而在父亲去世之后，谢晶晶虽然崩溃不已，但好在有翁立友的陪伴。翁立友曾在受访时回忆，某次和谢晶晶录完影，原本他要请谢晶晶和工作人员吃饭，但诸葛亮得知后竟然主动说要请他吃饭。而他首次和偶像见面，顿时紧张到不行，开车去接他还迷了路，诸葛亮也亏他要不要叫计程车。不过最令他难忘的就是饭桌上诸葛亮亲自帮他舀汤，还感性地和他说，谢谢你照顾我的女儿谢晶晶，我接下来的日子就是要为了这个女儿，为了我的家人而活。看得出来，诸葛亮生前最放不下的就是家人，而这段经历也成为了翁立友对诸葛亮最令人难忘的记忆。他甚至向西归的诸葛亮喊话，诸大哥放心，晶晶和家人就交给我们这些哥哥姐姐来照顾就好。谈及父亲去世，谢晶晶另外感到遗憾的是，之后结婚就再也没有机会让父亲牵手走婚礼红毯。如今他因癌症去世，也让亲友直呼没见到谢晶晶的男友，成了他未完的遗愿。此外，当年谢晶晶与姐姐谢金燕之间的故事也是多次被媒体报道。之前谈到姐姐谢金燕，谢晶晶曾表示彼此还是没联络方式，至于常常被拿来做比较，他则乐观看待，仅称如果撇开姐姐的身份，用一个新人的形象被大家拿去跟谢金燕做比较，反而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被问到谢金燕近年容貌有所改变，是否会认不出来，他则笑说，不会认不出来，因为姐姐一直都很漂亮，感觉很时尚，并坦诚自己有注射雷射，肉毒打抬头纹。由于他出道前在医美诊所当柜台，接收到很多资讯，因此强调打肉毒其实是保养的一种，不是整形。诸葛亮在临终前曾叮咛他要照顾妈妈和阿嬷，也告诫他演艺圈很辛苦，要他继续加油，保持谦卑有礼貌，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好好把握。只是诸葛亮去世之后，外界都说这对姐妹肯定是老死不相往来了，但谢金燕对此却一直没有正面回复过，所以关于姐妹二人的关系，外界也一直没有证实。时至如今，大家都说随着诸葛亮的去世，姐妹之间早就没了恨意，只是没有联系而已。不过大家最常说的还是怀念诸葛亮的话题。当时他去世后，不少艺人都曾到灵堂致祭，包括电影监制邱黎宽、苗可丽，还有综艺咖后辈康康、唐从盛等人。回忆诸葛亮时，同样来自高雄的康康特别有感，并提及曾有一次看到诸葛亮录节目延误一个多小时，让许多包游览车上台北看录影的阿公阿妈气得想要走人，结果诸葛亮一路追到电视台外道歉，挽留阿公阿妈。康康还透露自己欠诸葛亮一个道歉，他刚进演艺圈的时候正巧遇到诸葛亮远赴日本深造，没机会与他合作，等到诸葛亮复出的时候，他又刚好走下坡，但两人还是因为缘分在电影《大尾卢蛮》合作。那时候拍一场戏，因为康康一直被喊卡，所以害得诸葛亮吃了好几碗泡面，最后诸葛亮直接在放饭时开玩笑说，我已经吃饱了，此事也让康康愧疚至今。巅峰之时，诸葛亮的演艺事业横跨影视歌与主持，他总能在嬉笑怒骂中带出市井小民的心声，一座大调歌可谓倾尽他毕生心血，而且当时抱病演出的他更是让银幕永恒记录下诸事风格。遗憾的是，他虽然在2009年复出后拍了8部电影，票房一度累积到13亿之多，但他却从未获得任何电影奖项的提名。不过就算是没有奖项的肯定，
但他为观众带来的那些精彩瞬间也足以让大家永远将他记在心里了。斯人已逝，我们除了缅怀诸葛亮的曾经，也要祝福他的女儿谢金晶能在事业中继续发光发热，成为让父亲骄傲的人。